的一些粉丝就是穿插在人群里面，对，这一坨这一坨台北下来的。就是会很害羞，那有一些热情就是藏在心里面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最近有看到一些有人想唱，然后会唱，然后不敢唱。好，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就放心里就好了，好吧？有一些感动就放在心里面就可以了。然后，但是呢，我还是觉得有一些人不认识我，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自我介绍一下？好，我要自我介绍一下。谁不认识你？我的天秤座 O 型的座的，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我是在台东生的，然后我在富里长大的，然后为什么会就是对玉里也很熟悉，因为我姑姑家就住在玉里，对，好。讲这么多，然后呢？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大人，他们一定不知道我是谁。我跟你说，我的名字叫做魏如萱。然后你如果上网，你等一下，可能有人今天第一次听我唱歌，就是你等一下回去电脑查魏如的话，就后面还可能会出现别的字。那个魏如云什么？哦，那个人是谁？我妹妹。妹妹。对，她也很喜欢唱歌，但她今天没有回来，你知道她在哪里吗？故乡。带小孩。对。很谢谢她。好，今天怎么自己来？好，那要继续听歌吗？好，哎，你们平常就是都有关注我的那个follow 我的 IG 或 FB 吗？有哦。那你们都有按赞吗？有。哦，有，真的很好，很久才可以见到一次面，对不对？弟弟，你几岁？你三岁了。你妈妈喜欢我，你知道吗？哈哈哈哈哈。哦，她怀孕的时候就在听我的歌。哦，那你一定很会唱歌，弟弟，是不是？好害羞。好，不要赶快过来混跳下去。你比较认识而已，好，其他不认识。虽然没有办法就是常常面对面，但是可以用歌，可以用广播，然后陪着大家，很好。所以如果下次想念的话可以听我的歌，下次想念的话可以听我的广播。哎呀，那个后面那个你在干嘛？你有讲话吗？还是只有比动作？因为我听不到你讲话。他说我什么？超美。哦，超美是不是？可能是因为远距离吧。你近一点看可能还好。我今天的妆是自己化的，没有化妆师。你就保持，等一下你就一直跟我保持这个距离就好，你就会觉得我超美。而且他不是说我超棒哦，他是说我超美。很好，大家为了这首歌继续唱歌，带来这首歌叫《陪着你》。
嗯。